无聊的时候要干嘛呢？当然是要 TK 虚拟对手啊！不知道怎么开？啊？来，我教你，像这样，有没有成功了？确认？哎，不用确认，来来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！球，来，我们开个五回合进去 TK 一下 ，TK 一下这个所谓的噩梦电脑。早上就是要舒压一下。You sucky sucky boom boom. You sucky sucky. 这是化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转，有没有？有 TK， 这个人还叫请你吃86哎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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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有 TK， 有 TK 的虚拟对手，知道怎么搞出来吗？我也不告诉你。Excellent, double triple kill, multi kill. You sucky sucky. 虐杀虚拟对手，虐杀虚拟对手。虐杀虚拟对手，他们血好硬哦，他血有10000多哎，傻逼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次改用乐高哦，乐高红糖。来来来来来，看好看好，这个回合开始前炸的时候没伤害，我们要等回合开始之后。以我这个专业人士判断，这个通常在外面徘徊都是僵尸哦。哦、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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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神炸！哇，人类都被我杀光了，还有噩梦电脑嘞，笑死我！还有没有？人类，僵尸嘞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发现僵尸，这只僵尸叫做贝贝僵，扎贝死了。真的很可怜，没办法，就是太边缘，所以只能来玩这种边缘小游戏 ，TK 虚拟对手，拿它来集那个，集那个充能哦，射五发可以充能，然后它又不会动在那边射，像这样，来喽，准备开启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死在我手里吧！边缘小游戏，虐杀僵尸虚拟对手。哟哦哦哦哦哦！要死要死要死！不会不会不会！小菜一碟，菜底吧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次换一把哦，换一把换一把。今天最后一场，让人家玩的爽快一点啊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在外面的先给他干掉，这个已经是僵尸了。等一下，看好哦 ，You sucky sucky， 爆掉了，爆掉了！啊，完蛋，剩他们几只，没关系，来玩这个血晶释放，有没有？啊，靠腰！算了算了，本次的边缘人教学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够边缘，就可以去这样开来玩。